乔，你自己平常啊，就像你自己平常在，例如说你在练唱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些小 paper 之类的？练唱的时候，其实我会用，就是跟老师说的那个山谷的感觉，山谷的感觉，因为我就会咦，这样子练，咦，而且。好厉害！为什么我会这样？嘴巴很灵活。对，是因为他刚刚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一乔好像自己都不断的，就是一直在自己练习。我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小技巧？对，你在发声练习，对不对？主要是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喉咙比较容易干，所以我会让它一直是润喉的状态，对，一直是暖的。了解。而且听说跟很多大咖也是合作过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有帮郭靖写过歌。其实我跟阿哲认识很久，我们是以前在唱片公司的同事。原来我就想说，哎，你们私下交情超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刚刚私下怎样？就是交情很好，一起进出厕所，是不是？我帮他补妆，对啊，帮他补妆啊。我想说，哎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本来就认识？就是英雄惜英雄，对。那今天一乔第一首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我第一首带来的歌曲是我以前曾经发过的一首单曲，哦，对。然后这首单曲叫做《不准说再见》，不准说再见。那是以前有一部八点档，然后是。叫做幸福选择题，就是王心凌跟昆达主演的，那这首歌是收录在那里面的插曲。天哪，那我们赶快来欣赏，我们欢迎一乔，欢迎一乔。发霉的黑点缀满天空的边缘，黑色星星是潮湿季节留下的纪念，被狠狠侵蚀的唇，谁刻伤心的斑点，我想我需要除湿机暂停悲伤的蔓延，前进的视线，笑着跟回道别，用倔强做成的眼泪。他与晴天情愿你在我身边，哦，多胆怯，多坚决，等待你救援。找时间才能复原，深情呼吸的眷恋，如果爱是种催眠，你就是我的除湿机，成为寂寞的幻觉。雨融化前进的视线，笑着跟回道别，用倔强做成的眼泪，他历经天情愿你在我身边，哦，多胆怯，多坚决，等待你救援。你是我的电源，干涸我的雨天，一点一滴带走。
谢谢，这首歌叫做《不准说再见》。那这首歌也是我的创作，接下来我要带来的下一首歌也是我创作，但在唱歌之前我想要 喝个水可以吗？我的歌实在是有点高，谢谢谢谢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前一阵子写的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比较像是在写，我当了主播已经进入了第四年了。那我写的是我在当主播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心情。因为其实呢，我觉得主播不像你们可能在荧光幕上看到的这么光鲜亮丽，好像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每天都在上播的时候讲一些好笑的话，好像每天都很开心。可其实，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害怕自己被抛弃、被取代，或是害怕自己做的不像，不如你们心中想的这么好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这首歌《破碎星球》。这首歌呢，我也想要送给所有的主播们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们好像一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最好的状态，可是我们还是一直非常努力的把我们的所有表演做好。那这首《破碎星球》也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突然没收，在黑洞中粉碎，无能的我陨石坠落，撞碎星球，谁在宇宙嘲笑我？你的笑容仍是画着我，在黑洞中悬浮着沉默，光年穿梭漩涡，用星座能否锁住天球？再相信不过，你依然的我，即使最荒芜的山丘，只有流星陪我，在你。融化着我，在黑洞中悬浮着沉默，光年穿梭，星河漩涡，用星座能否锁住天球？再相信不过，你依然的我，即使在你的眼中，谁能代替我？粉碎了憧憬的寂寞，在梦中总是闪过，你还在，电光石火没入冲动，遗落的爱还在闪烁，灿若星斗灭入火中，一刻都没停留遗落。再相
你依然懂我，即使最后的山丘只有流星陪我，在你的眼中谁能是闪过，你还爱着我。谢谢，这首歌《破碎星球》，还没有发表，但是呢，很快你们就会听到我的新的作品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因为刚刚大家好像有听到有个小彩蛋，有没有？就是呢，我要跟我的好 partner 阿哲合唱了。其实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好像知道这件事情，哎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我们在冲榜的时候就说，你们想要听我们合唱吗？那你要让我们一起上节目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其实在决定要上节目的时候，我们就差不多已经想好要唱什么歌了。对，这首歌其实平常我觉得很少人合唱得到。对对，但是刚好遇到你，我就有办法唱的。刚好遇见你。对对，刚好遇见怎么、啊、不是这首歌啦，怎么烂梗啊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对，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有点我们两个第一次合唱是在 KTV 的时候唱的。哎，我其实忘记了，我其实真的忘记了。你的声音深埋我心，哎。真的吗？你说那个时候吗？对啊，我就啊、oh, ，OK OK， 我、哦、好好听，我就被你打中了、啊。你不要这样说，对对，所有桥粉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该道歉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OK，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《手心的蔷薇》。我以为你要跟我一起念歌名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《手心的蔷薇》。超载的眼泪，整个是绝望而心碎。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，手心的蔷薇，刺穿而不自知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有我的期待，绚烂后枯萎，经过几个圆缺，有你在，你埋葬的蔷薇，你动人的香味。让我在夜里别
手心的蔷薇，刺伤而不自觉，无知的被疼爱，你有我的期待，血染后枯萎，经过几根人血，有你在，哦，你美得的蔷薇，你动人的香味。谢谢，太好听了吧！哇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哎！听完，太厉害了吗？听完之后，我决定我退缩好了。你不争了是不是？他们唱得很坚定、很稳定，我觉得我好像